我现在做的是我们这次联名新品的 A5 和牛煎饺。饺子下锅，等待十分钟，成功让底部形成冰花般的脆皮，金黄诱人色泽，让现场口水直流。引人中心一开箱，自家的煎饺多了这一味。是我主动出击，就主动去敲门，我去敲夫人的门，我说我很喜欢你们的和牛油，然后夫人也跟我说，哎，我也喜欢你们的煎饺，我说哇，那太好了。加入烧肉集团干拌面的和牛油，推出联名款的和牛煎饺跟水饺。原来去年九月份他成立电商品牌，卖煎饺、鸡汤面、法式牛肉面，半年内销售突破千万元，一个月就五万颗。哇，我真的蛮激动的，我非常谢谢大家，因为我可能不是其他的前辈是美食起家的，但是我把我喜欢的味道放进去，起码过去的经验让我可以吃出85%以上。透露业绩持续成长，瞄准电商平台推出和牛料理的还有它。再来就是我们里面是真的有肉燥哦，那这个呢就是要加热之后就可以倒在面上了，香喷喷。满满肉燥拌在面上，飘出香气。从研发设计、出货包装都一手包办的詹子晴卖的这一款和牛肉燥干拌面，去年疫情间刚上市就月销万件，今年四月份疫情大爆发，还有8000件的销量。汉堡排们，好吃的汉堡排们。有黑胡椒、咖喱、香草三种风味，连静文也推出日本 A5 和牛汉堡排、小资有料鸡汤等商品，满额加赠和牛火锅片。防疫时期销量上升，一人抢攻宅家商机。TVBS 的新闻庄启元、洪婷泰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